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巴父神，感谢你啊，在今天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神让、啊、我们感谢你，我们一起在你的面前敬拜你，我们来赞美你。我们每天早上在这里啊读圣经的经文，神让、啊、你赐给我们力量，透过经文你教导我们。 让我们更明白，我们怎么样可以有一颗温柔的心，怎么样可以更加的爱你，怎么样可以更接近你。神让我们知道，在我们人生的路上，你是引领着我们，让我们有喜乐、有平安。我们是有别于外邦人的，我们要在你面前活出基督的样式来，让来彰显你，让更多的人明白你的大爱。谢谢神，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来学习。 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们这一卷书呢是《萨母尔记下》，撒母耳是以色列旧约时代的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啊。Samuel，Samuel，Samuel, 我们这个《萨母尔记》分上下集哈，上集是 First Samuel，下集是 Second Samuel。OK，Second、okay, Samuel，好。 我们来看一下三十节的时候，我们讲到一些，这这些都是人的名字啊，这些有很多很多的名字，这个都是这个当时很重要的哈。我们来看一下三十一节 a、bon、b y e l b a n 的 Arbaide 啊，凡是 ite 结尾的，就是指那个族的族人哈，Arbaide。好，Asmaveth 他是哪里？Asmaveth 他是。 The Barhu b a r h u m i t e b a r h u m i t e 啊，他是 b a r h u m i t e 这个族的族人。e l e a b a、ah, Eleabah t e s h a b b o n i t e 啊，也是 I T E 结尾啊 s h a b b o n i t e 他是这个族的族人。啊 t h e sons of Jashan 啊，他是 Jashan 的儿子。然后 Jonathan 好，Son of Shama、ah, Shama，、ah、我这个我们知道哈。Hararite Hararite，他是 Hararite 的人。

the Gilonite, ah, uh, Gilonite, Hesrow, he they found it. That's the Carmelite. Carmelite yes, huh? Carmelite has Carmelite. Uh? Parai, the Arbite, has Arbite uh? Eagle, son of Nathan. Nathan, the from Zoba. Uh, uh, the son of uh Hagrid. 他是 h a g g a r d 的人 o k、okay? h a g g a r d 的儿子。好 z e l e k z e l e k a m m o n i a m m o n i 他是 a m m o n i 的人哈、啊，这个雅门人，这个民族是很有名的哈。Naharai，Naharai，the Berauthai 啊 nah nah，Berauthai、啊、Ber 的人，the Armorbearer of j o a 啊，这个地方很重要。这个人的名字，你看这个人啊 z e l e k 他是谁呢？他是 Armorbearer，他是专门给人家拿武器的啊，就是在。 就像大将军身边的这个副官一样，帮他拿着武器的，拿兵器的。Of Joab 在 Joab 这个大将军身边帮他拿武器的。那 Joab 是谁的儿子？呃，谁的儿子呢？Son of z e r a z e r a 的儿子。好，Ira the i s th r i t e 他是 Israelite 的人。Gareb the i s th r i t e g a r e b 也是 Israelite 的人。And Uriah，Uriah、ah、the Hittite，他是 Hittite 的人。 There were thirty-seven in all，所以全部一共三十七个人，这个都是当时最英勇的战士啊，非常在他们的历史的这个轨迹里面很重要，那个阶段很重要的以色列人。好，大部分呢在大卫王这边，大部分都是外民族的人哈，都是外族的人。好，我们再来看下面三十，呃，这是二十四节，所以我们看到 Second Samuel，我们写一个二，写一个 Samuel，Second Samuel。 chapter 24 24章 again the anger of the Lord the anger of the Lord burned against Israel 又, okay, against, burned against and in he incited David against them okay i n s i t e d 基本上，他就是啊、呃、启动，OK，他就是让这个呃让大卫来激动起来，他所以他要这个大卫呢去怎么 against them，因为他烧香了以色列，所以呢他就希望这个大卫能够把这个事情处理哈、啊，所以就 i n s i d e d o k、okay? i n s i d e d 就是让让大卫呢来处理这个事情，让大卫来啊、呃、来帮助他发解这个怒气，OK，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他就是用大卫哈、啊，然后耶和华神呢就跟这个大卫是这样讲的：saying, go and take a c e n s o r of Israel and Judah. OK，这个 c e n s o r 这个字我们学过哈，是人口普查是吧？人口普查这个字我们以前说过，呃，人口普查的话，在他们在旷野的时候曾经做过人口普查。OK，那个时代。 所以呢，a c e n s o s 是人口普查，他叫他去人口普查有关以色列人还有犹大人。OK，好，所以这个 he incited David 就是他让他他呃，一般不能讲煽动了，但是他就是让他他这个地方翻成激动，也就是说他启动大卫，让大卫去做这样的事情。OK，把他的怒气发在以色列人身上。第二节，so the king said to Joab。

s h a b r o k 从 Dan 一直到比如 s h a b e o k 到处的走透啊。Uh, and enroll the fighting men，fighting men 就是可以打仗的这些战士啊，所有那些所以可以打仗的，这个是只有男人哈、啊、可以打仗的。Enroll 把他们给登记下来，要点名点起来，叫 enroll。So t h e n I may know how many there are，因为耶和华的规定是他要一个。 人口的普查，所以呢，大卫王说：“嗯，你们去到整个以色列各个支派都去走透了，每个都去，然后呢，去点名，去看看到底有多少可以打仗的男丁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他说：“你们这样做了，我就可以知道到底他们有多少的数目啊。”OK，But、okay, Joab replied to the king。这个时候，Joab 大将军就跟这个 King 啊，大卫王讲了：“May the Lord your God multiply the troops。” A hundred times over。OK，他的意思就是说，不管我们这个人数是多少哈，但是我们愿，may 是我们的一个愿望，我们愿耶和华你的神 multiply，multiply 是加倍，加倍啊，两个变四个，四个变八个，八个变十六个，这个叫 multiply 啊，把这个我们的军队 troops a hundred times over，把我们现在的数目啊，再给它加个一百倍。 一百倍上去，希望人越多越好。it m a d the eyes of my lord, the king, see it. 而我愿我的主子，这个地方这个 lord 是指的大胃王，我的主子大胃王，您可以，您的眼睛亲眼看见这件事情。也就是在您有生之年，我希望你能亲眼看到我们越来越壮大啊，越来越壮大。这个人口啊，加一百倍以上，太棒了。But why does my lord, the king, want to do such a thing? 但是呢，这为什么王你要做这件事情呢？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当然，人数这件事情，想要知道人数，这个很正常啊。能打仗的兵丁，呃，那我们都是希望人越来越多越好，最好加一百倍。可是为什么你要做这件事情呢？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做人口普查呢？好好，The kings were, however, overruled j o a 然而呢，王的命令哈。 虽然他问了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但是他不知道为什么哈。所以王的话呢，however, o v e r r u l e o v e r r u l e 就是说他绝对是胜过他的话是胜过这个呃 Joab 的，Joab 绝对胜过他，因为王高高在上，在他之上。And the army commanders，所以王的话呢，远远比这个 Joab 远比这些军队的这些司令官们，比他们说的话都要有力。 So they left the presence of the king. Presence of the king 指的是离开了王的面前。OK，就从王的面前就离开了。他们就开始去工作了。To enroll the fighting men, fighting men of Israel，他们就开始去清点了啊，去清点看看以色列所有能打仗的兵丁哈男兵到底有多少。After crossing the Jordan, Jordan 啊，他们要先。 越过跨过那个约旦河 camped in near Aror 就他们的camp 他们在那个地方驻扎下来营帐, of the town In the gorge okay? 所以是在他们南边是在这个,就, And then went through Gad And on to Jazer o、okay, k 所以呢，他们就整个 went through，他们走遍了，整个走遍了这个 g a t o k a y g a t 也是一个支派，以色列的一个支派。And unto j e z e o k a y 就到这个，接着就是过去的话，就是要到 j e z e 这个地方去了。好，They went to Gilead，他们也到了 Gilead 去了。And the region of t a h t i n 他也到 t a h t i n Hotchi。Ho chi, 啊，也到这些不同的地区去哈。啊、Region 是这个地区。And on to Dan，他又到 Dan 去了。o k、okay? j a n and around toward s i d a m 又到了。接着呢，Around 是绕过去。OK，他、啊、绕过去之后，Around 围着他绕就到了 s i d o m 啊，到了 s i d a m 这个地方。Then they went toward the fortress of Tyre。OK，接着呢，他们又到了这个 Tyre 这个些地方来哈、啊。OK。 这个地方有一个是 fortress，OK，fortress、okay? fort 什么意思呢？OK，fortress、okay? 指的是像一个堡垒，OK，像一个城堡一样，像一个一个一个城啊，一个城堡。OK，and、okay? all the towns of the Hivites 啊，他们 Hivites 是一个一个民族，对不对？那个地方的民族叫 Hivites，OK，it、okay? 他们也到了所有 Hivites it 这个族，他们所有的城市，还有呃、uh, Canaanites 哈、啊，所有迦南人的这些地方也都去了。 Finally，他们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去，最后呢，they went to went on to Beer Sheba，他们又继续到 Beer Sheba 这个地方来。In the Negev of Judah，啊，这个是在 Judah 这个地方，Judah 的 Negev 这个地方。好，第八节，After they have gone through the entire land，等他们把所有的地上都走一遍，整个大片的以色列的土地上面都走了，entire land，全地都走遍了。

所以 Joab 就开始报告了啊，一共登记了有多少的男丁，多少是可以打仗的啊？人口普查的结果。In Israel there were eight hundred thousand, okay, able-bodied men, okay, e 0 0 h u n d r e d thousand。注意这个地方，eight hundred thousand，八百个千基本上就是八十万，OK，八十万。Okay, able-bodied men，OK，able-bodied、okay, men 指的是那些。 身体健康的这些人，就是他们都可以带着刀，who c o u l d handle a sword，可以拿刀上场打仗的人。这、就是、这样的身体健康的人呢，大概有八十万。And in Judah, five hundred thousand. Judah 这个地方呢，它有五十万，五十万。所以一个八十万，一个五十万，加起来就有一百三十万了，哈。好，第十节，David was 啊、uh, c o n s c i o u s stricken. Okay. Conscious stricken after he had counted the fighting men，在这个大卫啊，在他们都已经算完了这所有的人数，通通点完了之后呢，他就说，心里面有一点 conscious stricken，指的是说有点良心自责的意思哈，他的良心就有点自己责备自己。And he said to the Lord，他就跟耶和华神说，I have s e e n greatly in what I have done。 What I have done，在我所有已经做的事情里面，I have sinned greatly，我真是犯了大罪了啊！Sinned 是一个动词啊，我已经犯了大罪了。Now, Lord, I beg you 啊、哦，现在呀、啊，耶和华，我求你，I beg you，i 求你啊，Take away the guilt of your servant，求您把您的仆人被人在下我的罪，把他移除吧。 除掉我的罪呀、啊、，guilt 是我的罪孽啊！哈，I've done, I've done a very foolish thing. 我已经做了这个 have done 是完成式，现在完成式，从过去某一点到现在，我都已经做了什么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愚昧的事情，叫 foolish thing 哈，foolish thing. OK, before David got up the next morning 啊，在第二天早上大卫起来之前呢，哈。

他特他，因为他是先知，他这个能力就有别于一般的人。你看不见的事情，他可以先见到，预先先见到。OK，好，David Seer，s 好，这么一位先知呢，大卫这个耶和华神就跟他讲：Go and tell tell David，你去，你跟大卫说，This is what the Lord said，这个是耶和华神说的话。I'm giving you three options，我给你三个选择。 三个选择 t h r e e options. Choose one of them for me to carry out against you. Okay, 你把选择其中之一给给你三样事情，你选择其中之一 to carry out against you. 这个 against 不是一个好的字，OK 哈、啊，所以呢，你就可以去承受这件事情。要这是要对你所发生的事情，我就会呢把这个事情呢对着你啊来来这个。 展开，OK，也就是我会把这个是一个不好的事情，会降在你身上啊，就可以把这个事情呢降到你身上啊，我会我会进行这件事情降在你身上。好，So Gad went to David and said to him，所以呀、啊、，Gad 这个先知赶快就告诉大卫王了，Shall there come upon you three years of famine in your land？好，给你三个选择哈。 呃，你是要第一个，应该是这个 shall 应该哈，是不是应该是让三年的饥荒降在你的土地上？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three months of fleeing from your enemies while they pursue you。第二件事情呢是在你的敌人的面前，OK，你的面前你要逃跑，你要在敌人面前逃跑，跑呢跑三个月，逃亡三个月。 这是第二件事情，OK，也你开始选择啊，一、二还是三？第三件事情，three days of plague in your land，或者是三天的瘟疫，plague 是瘟疫，像我们现在的这个新冠，OK，covid、okay, 就可以认为是瘟疫哈，或者是在土地上发生瘟疫三天。Now then，think it over，think it over 是考虑考虑，think over 哈、啊、，think it over 这是一个习惯用语哈。啊 And decide 你要决定 how I should answer the one who sent me，然后你就可以决定我怎么样去跟差派我来的那一位去回话啊、哦，怎么样去回话？差派我来的，当然就是耶和华派我来的，是吧？哈，你就决定一下这那个一、二、三，你要选哪一样呢？哈，好，十四节，David said to God，大卫就回说了，他回话了，I'm in deep distress，distress Dist 是非常为难、苦恼。 非常苦恼,抓破了头了。Deep distress,非常相当深度的苦恼。Let us fall into the hands of the Lord. For his mercy is great. Mercy is great. But do not let me fall into the hands of men. 但是啊, 任耶和华来处置，但是我不愿意落在人的手里，fall into the hands of men 啊、呃，不想落在人手里，我愿意落在耶和华的手里面，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哈。So the Lord、uh, s e n t a plague on Israel。所以好，既然是这样子，那就是第三条，三天的疫瘟疫，三天的瘟疫，这个 plague on Israel 降在以色列上面。 Around the morning until the end of the time designated, OK。所以呢，从早上啊，从早上一大早，OK，这个算好了三天的时间啊，三天的时间。所以呢，是从早上一大早一直到呢，一直到晚上哈，呃、啊、，until the end of the time，一直到。 结束的时间啊，结束的时间，designated designated Design 指的是指定的、指派的。讲好三天嘛，那就是三天最后啊，把这三天过完，三天都是瘟疫。And seventy thousand of the people from Dan to Beer Sheba died。这个时候，seventy thousand 七十个千就是多少？七万，七万人从 Dan 一直到 Beer Sheba 这些。 啊、呃，支派以色列各个支派呢，死了七七十七万人，死了七万人，seventy thousand。好，三天的瘟疫。When the angel stretched out his hand to destroy Jerusalem，当这个天使 stretch out 是伸出来，stretch out 啊、哦、伸展开来，his hand to destroy Jerusalem，当一天使展开他的手要来这个毁灭耶路撒冷的时候。

他非常悲伤呢，他就呃，因为什么原因呢？Because of the calamities，calamity 也是灾难，OK，calamity。Okay? 我们这个字在新新约旧约里面都学过这个这个灾难的这个字哈。因为这个灾难呢，已经啊、呃，降给怎么样？Was afflicting the people，因为这个灾难影响到这些老百姓，所以呢，他心里面很难过，难过怎么办呢？他说，Enough。 够了,够了，够了，withdraw your hand。好，他跟天使讲了，够了，住手，withdraw your hand 是把你的手伸回来，因为天使的手才刚刚展开要去接触耶路撒冷，要毁掉耶路撒冷啊，他就叫天使的手住手，好了，不要再去了。The angel of the Lord stand at the threshing floor of Aran, Arana,、uh, Ar the Jebuside。所以，因为是这样的缘故，所以。 啊，耶和华的天使呢，就在那个时候，OK，他在这个，在这个呃、uh, threshing floor，threshing floor 应该就是这种晒谷场啊。那、啊、当时的如果种田的话，一定有一个很大面积的广场在房子前面，在这个地方要翻腾他们的谷子哈、啊，挑出好的谷子，把那个碎粒坏的谷子把它扬弃了，这个叫 threshing floor，就在那个谷场那个地方。 Of Aaronah the Jebusite, okay, Jebusiah, the when David saw the angel,当这个大卫看见天使了，Who was striking down the people，看到这个天使啊，击杀这些这些老百姓啊，He said to the Lord. 所以大卫就跟耶和华讲了：“I'm the one who has seen and done wrong。哎呀，我就是那一个，我就是那一个犯了罪而且做错事的人。These are but sheep。These are but 这些人呢、啊，都是只是羊群而已。这些只是羊，这些人只是羊。意思就是说。” 该归罪的，就是归罪在我身上。这些人也不过就是，也就是羊而已哈。不要不要再呃杀更多的人了。What have they done？他们做了什么呢？他们已经做了什么？Let your hand fall upon me，fall upon，就是 fall on 的意思。让你的手就落在我身上吧。Fall on me，OK？And、okay? my family。 让你的手落在我和我的家人的身上吧，让我来承担这个罪，因为我犯了罪，我做了错事。好，十八节，On that day 就在那一天，哈，就在那一天 g e t went to d a v i d g e t 这个先知又来看大卫了，and said to him，他跟这个大卫说，Go up and build an o r d e r to the Lord。好，你起来啊，你上去就。 建一个，build i n g o r d e r 一个 o r d e r 是一个祭坛，你建一个祭坛，为耶和华建一个祭坛。Under threshing th floor, threshing floor，啊、呃，就是我们刚刚讲天使在的那个地方啊，在那个打谷场上哈，晒谷场上啊，Aaron、啊、the Jebusite 就在 Jebusite 族人的那个 a r o n 那个地方的这个啊、呃、打谷场，这个养谷场上面，你就在那个地方给耶和华建一个祭坛吧。 So David went up as the Lord had commanded through Gad. 所以大卫就照着做他上去了。照着这个耶和华神已经命令, 透过Gad, 透过先知Gad所传达的这个旨意所命令的, 他就去了。When looked and saw the king and his men coming toward him, 但是当这个Aaron这个人呢, 他看到了，他看到大胃王，还有看到大胃王的人走向他，来到他这个地方的时候呢，He went out and bowed down before the king。他就出去，bowed down，他就是在神，在这个王的面前，before the king，他就在那里跪拜了，哈，with his face to the ground。哇，这个是大礼啊，脸几乎就是贴到地上了，向王敬拜。Arna said，Arna 就这样说了。

这个这个养谷子的这块地哈，这个这个厂子把它买下来啊。David answered，大卫就回答了。So I can build an o r d e r to the Lord，这样子呢，我就可以在这里给耶和华神建一个祭坛，that the plague on the people may be stopped。这样呢，这些所有老百姓的这些瘟疫呀、啊，就可以有可能被啊被停止了，被停下来了。 May be stop，注意这个是 maybe 哈，有可能被停住，真的会停住吗？不知道，因为这完全取决于耶和华的心意啊！耶和华决定停就停。好，二十二节，Arona said to David，他就这样跟大卫讲，Let my lord the king take whatever pleases him and offer it up。哈、啊，没问题啊，Let my lord 让我的主子大卫王尼拿 take whatever pleases him。 任何讨你喜悦的事情,你都拿去吧,您随便,今后您猜测,你要怎么做就好,offer it up,它献上去,做一个献祭。Here are oxen for the burnt offering,这里有一些牛啊,oxen是牛的附属了,对吧,这里有些牛啊,可以来做这个繁祭,burnt offering, and here are threshing sledges and ox yolks for the wood. 这里还有一些器具，因为当那个地方既然是这个是个晒谷子的地方啊，所以那个地方呢，它都有一些器具的。threshing sledge 指的是那些要把谷子扬起来打那些粮食、打谷子的这些器具哈、啊。threshing sledge a n ox yokes，ox yokes 是套在牛的这个颈肩颈的这个骨头上那个叫轭啊，木头架子。 For the wood，哈，是牛的架子，可以，这个是可以当柴烧的哈，因为本来这些器具就是放在那个地方，工具就是放在那儿准备做这些事情的，啊，这些既然听到说你要做祭坛，肯定需要柴火，对吧？哈，这些都可以啊，拿来烧的哈、啊。注意这个 ox yokes 是通常一头牛，我们不会一一次一头牛，可能一次两头牛，所以就有一个木架子啊。 一个一个做一个弧度的木架子，刚好就顺着他们肩颈骨头的这个角度架在这个牛的身上，所以是一根木条，但是同时框住、架住两头牛的肩颈，这样两头牛就可以啊、呃、齐步并行哈、啊。比如说我们要耕地啊或做什么的时候事情，所以一个恶通常是啊卡、呃、住两头牛的肩颈。好，哇、wow,，O King 啊，大王啊。

不是的，I insist on paying you for it。Rona 的意思是说，随便你，随便用，你高兴怎么样就他拿去都行。但是呢，King David 哈，这个大胃王说，No，No，No，no, no, 我是要付你钱的。你这个场地给我，我来建个祭坛。你这些呃，比如说这些牛的饿啊，什么这些器具可以拿来当柴火烧啊，做燔祭啊，你的牛啊，我这些我都要买的，我都要付钱的，paying you for it。 I will not sacrifice to the Lord, my God burnt offerings that cost me nothing。我绝对不会给我耶和华神献一个祭。cost me nothing。cost me nothing, nothing 是一毛钱都不用我出的啊。我要献祭牛我也付钱 so David Brahm。 the threshing floor and the oxen and paid fifty shekels of silver for them，所以啊，这个大卫就买下了这个整个地方啊，作为这个祭坛，同时也买了这些器具，什么东西可以当柴火烧的都买。买下来之后呢，买了这个羊骨厂，买了这个这个牛脂哈、啊，付了五十块，fifty shekels 啊，这是当时的度量衡啊，银子，五十两的银子啊，好。 来二十五节，我们看一下哈。OK，呃，这个是萨母尔记的二十四章二十五节哈。我们是最后一节。David built an o r d e r to the Lord 啊，他这个是为了耶和华神，to the Lord 哈、啊，为了耶和华神，他建立了一个祭坛。o r d e r 没有人不知道吧？哈、啊，就在那个地方，他就建了一个给神的。还他，你记得他还跟人家买 <Okay. S 1> 买来对 o r d e r 好，我们先稍微。 稍微给把把它静音一下哈，先把它静音一下。Okay, 好，他买买来的时候呢，你记得他所有还跟人家买来这个地方，他不是白白得来的，拿来做祭坛啊，他那个地方都是买的，还有那些柴火、那些牛，他都是买来的。OK，好，然后呢 o r d e r 是这个祭坛，他在那个地方建了一个祭坛，然后 sacrifice。 他就牺牲，这个是做牺牲。凡是你有宰杀动物啊啊，做献给耶和华献祭的时候，我们都要做这个动作啊。Sacrifice, burnt offerings, burnt offering 指的是凡祭啊，要把这些凡祭呢做牺牲献上去。Fellowship offerings，我们读过利未记的话，就知道。 Bird offering 跟 Fellowship offering 是两种不同的祭祀，一个是凡祭，一个是平安祭。OK，这个名字不一样。Then the Lord answered prayer in behalf of the land。OK，所以呢，耶和华神就怎么样？Answered prayer，他就垂听这些祷告。Answer 本身还有回应这些祷告。In behalf of the land，它代表整个的整个的大地。OK。 这个 prayer in behalf of the land，整个代表整个大地上的所有的祷告，耶和华神通通回应，他们都都听他们垂听他们的祷告，and the plague on Israel was stopped. Plague 就是我们最害怕的这个疫情瘟疫，叫 plague. OK, the plague on Israel，当时以色列也是一样，不是说了三天要降灾降下这个瘟疫吗？ was stopped 就止住了，所以瘟疫最后止住了，是因为大卫在那个地方建了一个祭坛，向耶和华神献上了祭司，他献上了平安祭，献上了凡祭，然后这个事情就终了了。三天以后，这个疫情就停下来了。o k、okay, plague，注意这个 plague 的这个读音哈，g g g u e 啊，那个 u e 就当你看不见。plague plague，好，有没有问题？